以西第四，物有自然，事有合离，有近而不可见，有远而可知。近而不可见者，不察其辞也；远而可知者，凡往以厌来也。昔者下也，下者见也，见者成大器也。昔时有振，可抵而色，可抵而却，可抵而息，可抵而逆，可抵而得，此谓抵息之理也。是之微也，圣人知之，独保其身。因化说事，通达计谋，以时细微。经起秋毫之末，挥之于泰山之本。其师外，赵蒙牙孽之谋，皆有底息。底息之细，为道术用。天下分错，事无明主，公侯无道德，则小人谗贼，贤人不用。圣人篡逆，贪利诈伪者作，君臣相祸，土崩瓦解而相伐射，父子离散，成乱反目，是谓萌芽西夏。圣人见萌芽西夏，则抵之以法，是可以治，则抵而色之，不可治，则抵而得之。或抵如此，或抵如彼，或抵反之，或抵复之。五帝之政，抵而色之；三王之事，抵而得之。诸侯相抵，不可生数。当此之时，能抵为右。自天地之合离终始，必有嬉戏，不可不察也。察之以百合，能用此道，圣人也。圣人者，天地之始也。事无可抵，则深隐而待时；时有可抵，则为之谋。此道可以上合，可以减下，能因能循，为天地守神。